推介啦，建議大家留意就係美高梅228二噶。揀選原因係啦，公司2023年收入咧就係247億啦，超越2019年水平，跑贏行業平均嘅回復水平。2023年盈利咧就係26億4千萬嘅，按年就係扭虧為盈，較疫情前2019年嘅19億3千萬咧增長咗37%，係唯一盈利較2019年錄得增長嘅好賭股。彭博綜合券商嘅預測啦，美高梅2024年嘅盈利進一步增長50%，去到39億。美高梅疫情期間咧，逆勢擴張中場嘅業務啦，推動佢哋澳門博彩市場嘅份額由2019年底嘅9.5%咧，遞增去到2023年底嘅15.2%。管理層講到啦，2024年以嚟美高梅嘅營運表現咧仍然亮眼，一月嘅市佔率咧超越2023年十月旺季水平。走勢上啦，喺過去嘅復活節啦，同埋清明假期啦，訪澳旅客增加，美高梅嘅股價反覆向上，琴日就係收13.68，突破二月中以嚟咧高位形成嘅橫行區。憧憬內地五一假期推動倒收啦，股價可以望咧再上噶，按量度升幅計算啦，可以挑戰14.5嘅水平。主要大行給予佢嘅平均目標價係15.4嘅，可以喺大約12.6去吸納啦，跌穿11.5咧就適宜減持。